大家好，我ENG肖战，然后呢，我又回到了美丽的贵州，然后和我的豪华大房间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这几天行程都非常赶，因为没办法拍摄的进度不一样，所以呢会造成有时候公司会临时订票，所以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明明是今天早上飞的，但是我临时改到昨天晚上，然后连夜赶到贵州，然后都好晚好晚，然后现在好困好困，眼睛好红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肖叔叔就是那么任性，睡一觉然后一切 everything OK、yeah. 然后还要说什么呢，就是端午节安康，然后还有儿童节快乐。然后最后还要说很想你们，然后真的很想你们，然后应该我们很快就要见面啦，期待吧。然后最后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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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，然后就要跟你们说拜拜，然后期待我们的相见。